第二个问题，农历正月初九有必要拜天公吗？就是拜玉皇大帝。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必要。好像我们过去我在台湾住在道场，一般拜天公啊，好像是初一吧，大年初一啊，这个拜天公。那么这是对于天神的尊敬啊，感激天神护法啊，意思在此地。